台南市安南区鹿里门的天后宫，是在325年前民族英雄郑成功登陆后所修建的。也就是今日献宫里妈祖宫205号。古时称呼鹿里门北山脉，也就是台湾最早建筑的一座天后宫。由于伊的历史最悠久，加上了妈祖的神威显赫，当年都有大批男女信徒由全省各地前来进京参拜。宫的记载，本宫所敬奉的妈祖，所以会当接受着各地庙宇的尊敬参拜。最主要也就是在明朝永历15年，郭姓爷郑成功率舟驶到鹿里门的北山外，因为水浅，孤竿不得进入。郭姓爷郑成功乃换了小船，登陆了鹿里门港的南岸北山脉，然后祈求了水干的天上圣母显灵庇佑。做了无外久，潮水猛涨数尺，军心士气大振。最后，安营河寮港占领了赤坎的所在，荷兰人惊为天降，献城来投降，改写了大江的历史。鹿里门成为了伟大的古迹。鹿里门的妈祖，后代郑成功福台的慈悲甲神威，庇佑众生，救苦救难，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已经成为了海内外的信仰中心。所敬奉的妈祖神像，伊的资料是由大陆千年历史稀罕宝贵的轩然材料所雕刻的。
伊的手法是出在名家的精心制作，是台湾独一无二的妈祖形象。六里门天后宫除了前殿的妈祖威灵显赫以外，后殿也有大慈殿。大慈殿是由清康熙五十八年国官所奉献来扩建的，殿中是佛塞着观音大师，俗称为观音妈。弥勒汉尊者的形象，今年的香火不断，由于伊的神威远播，全省各地的信徒拢纷纷组团前来本宫进香参拜。在古天后宫边的遗迹所在，挖出了古石碑，重新天后宫排祭一地，以及在民国七十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两点半，在龙里门天后宫边又搁再挖出一块古石碑，新建龙里门公馆排祭一地。石碑的长度是六尺长，跨度石八寸，高度四寸。石壁顶面刻有两字“奉清”以及“祥龙图样”，共有完整文字259字。刻壁的年代是清朝乾隆42年四月。这两块石壁出土以后，可以说反映出台湾古代工商业发展的情形，以及甲大陆间黑龙以水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龙里门天后宫这座古庙当年不但是信用所牵连，也就是海上交通以及工商发展上有真重要的地位，在历史上也留下了中远的影响。庙宫在甲子年所举办的乐天大酒，也一时轰动了海内外。出海内外的男女信徒，以及全省的庙宇、高背景，以及六角头的阵头，拢前来参加这个空前罕有的盛会。同时也聘请到政府官员以及前台南市政府苏南省市长先生也来参加这个，也来主持这个开幕典礼的这个会场。祝着天上圣母升到1000周年，刻49天，乐天大酒功成30周年。尊奉着本宫龙里门的天上圣母之余，并于民国76年国历
十一月三十日，也就是农历十月七十日起，至国历十二月七八，农历十月十八日止，来举行着丁卯年元朝大典，是要祝祷着国运昌隆、风调雨顺、元首会当政工安泰、市民安和乐利。所以本宫并请着诸位善男信女排灵，一本以往着关爱本宫的心情，来敬仰着昨天来朝的这个开机马非常羡慕的忠臣，希望会当莅临参加，多多支持甲关怀，共享幸福。
自由过火仪式是借着火焰之能力来辟邪驱恶，净化参与祭祀的众人身体甲主要的器物，并且来保持着祭场全体清洁，使诸天神圣会当来降临。所用的油鼎有两口，拢是属于小型的神鼎，也就是民间厨房所依。用这个煮菜来用的这个鼎，用矮小的这个竹椅一条，用个桌凳竖脚朝天，将鼎挂在竹椅顶端，注入了葡萄油，油鼎中用粗纸做火心，然后把火啊点落去，变作一盘真大的这个大灯盏。鼎底是用一个焊炉，用火炭来起火，使火煮油，会当让这个火鼎的油来好滚。首先在祭场由着道士一个人来主持，这个道士也是以这个红布啊绑在头壳。表示所行的，也就是三奶法。一只手摇铃，倒手也着西牛角，啊，不时在咧吹。
进行着水油祭奠，由着基堂甲基牌官来主持。这次来设着这个水油祭奠，就是要来予众善男信女来解运、消灾解厄、保平安。有点是跪在王母的这个宫殿，和一般的信徒拜神一日，啊来跪会净化其心。Thank you.
Thank you.
讲。Yeah.
小样，问我发誓，国归分离，了不起的丈夫西方，特别良心当主力，名誉龙兴，太良天人也。代书观世音菩萨做善财，有量力十八尊者，其下历代将佛法为道尊天，保生大德，功德利万岁，康王利神官，三果加万岁，立地五祖幡，五福神岁，大天顺寿，万业安业福临，水家里边好家，丁神文武官办顶将，文行圣地健康平太子，官兵利用周昌君啊，八戒金母，天天上帝古爪李新将，建立李新官，三十六万官将洪山西，不太子家里万岁，国公主贺。
红刀石照，下因吉安保佑石路，总主会，大主会区研磨，主会蔡先弟协主会陈坤林，大主会林玉清，赞主会周友良，大主事林坤发，主事尤雄兵，主事陈在英，大主事林哥，赞主事刁坤山，大主酒公主协主会金罗下，李秀照，林勇林进步。林中中林温泉，赞助者蔡秀国，多谢你们两位时间。赞助者黄温中林江秀罗下，大主团，苏万春秀安林，我就叫金丹，李德根吉祥秀，赞助团林专福，嘉新富，金丹陈吉祥秀，杨福，苏富，嘉发天和江江罗下，杨苏富。江春霞，多珠佛，我温土借江安秀，罗平照顾照。Thank you.
念佛的坛，安奉将军祝愿客家客家坛，借无上道，一切尽得。
Thank you.
我看见这个白花樱莲，白的。
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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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仔细是中间的吼，大哥，大哥，放下，放下，放下。讲给你讲，你乖了，大弟哦。我老好一点，好老好一点，好老好一点，又中华一点，好老好一点。讲几句的台词，啊，请咱民主委员，大
咱各位长官，各位前辈，咱各位这个大庙的张干事先生，以及三十五组的老丁手，大家早安，大家好。小弟林丁炎代理咱鹿耳门天乐宫来向咱各位。来说一个感谢，今仔日就是咱鹿耳门天乐宫这个三冬前乐天大照七月四十九日到今年的这个十月七十，满三年这个完照的这个庆生会小弟，而且向咱各位。甲咱全省这个国标舞这个贤男信女代表，今仔日这个庆生会咧有咱这个市政府这个民俗艺的这个展示会，这是咱市政府主办鹿耳门天乐宫举办所以。简单比较向咱全省这个国父甲这个前南政府代表代表大家向咱各位这个感谢甲努力，向咧希望咱各位来协助咱这个完成会当遮热烈这个完成小弟大大甲恁感谢以上。今天的工作报告下面就来请咱这个三年的完结这个开幕，请咱这个林总干事林文忠先生，再来给咱这个这次的完结这个所有的工作用咱中国一个贵宾来报告，大家热烈的掌声，好好鼓掌一下。首先请咱十二点拄则恁在咧拍灯啦，咱的董事长甲咱的相关队领队请上台湾指导，另外遐队员拢请过，咱十二点请。各位长官，各位贵宾，还有个咱外国来的美国朋友，台湾大学的教授，在咧研究这个道教的问题，以及咱。全省各大庙，咱各这个先生代表，尤其咱祭拜官，咱三十五主会各大条，咱来自全省七百位的这个斗丁手，以及咱三乡。国中咱台南县县化加坡咱大来石阿罗咱安定火东营不谈咱西港七十八村庄，以及咱安南区咱外温外温温南温北两镇的上江镇，以及咱中秋寮这个不安心，以及咱上江镇的众位兄弟，咱十二镇南镇江的诸位董事长、诸位董事先生，以及咱十二镇上江镇，以及咱全省的各地的先生代表，会使你讲，这个由彼以来收到。咱甲把董事长、廖董事长请上台，咱指导一下吼。咱筹备以来，互咱大家，也是要甲咱照顾支持。
这款的感情非常深厚，所以啊，就未来非常顺利。在咱就委员会的林三木主席委员领导下，有关并有主席委员，然后主席委员很上辈啊，也够有安全的主席委员，林平原先生，这个领导下，会使讲，搁配合阮，会使讲，忙到了，安安南区。咱台南县的地方不在，搁多讲，但是一再表示的就是讲，感谢再感谢，各位的这个方丈，各位虔诚的信众开始要做，一个的这个这个力量，咱来该感谢再感谢，啦，祝福无掉的，讲无掉的，实际的所在。大家多多原谅，感谢各位。下面啊，来宾致辞以前，我先来补充一下。咱中央研究院，我拄只老去，咱中央研究院所派来李仁彪咧研究的注意中观请上台来，请上台来，尤其是迄个美国朋友，大家讲起上台来，我拄只甲各位甲大家说下去啊。我要请美国朋友讲几句话啊！当时啊，请北一路迄个英语教师迄个林立山先小姐啊上台来。主席、林主委员、各位有为长官、各位爱好我安南马祖金独立两天后奖的各位父老兄弟姊妹，从我拿这支麦克的经营，我开心苦的会。感觉一阵的暖流，我的心情所流落的，不是今仔日只，我会当表达我的心情。安南这个地，安乡公里，马祖金，今仔日做做这个大招，各位所表现出来，就是第一号人甲团结，甚至来到全省各地。对我安南这个地方充满了朝气，我感觉非常的温暖，身为安南区的一份子，一只特别感谢五会长官给阮指导，也更感谢今仔日五会来到外县市来到参加这个盛会的这个福乐兄弟姊妹，这口气听出了头，信无？有甲我讲。大家电影最熟悉的团结的最熟悉的认真的有一天我们安南区的中票先生十八岁的老爸会当将这个力量来发挥创造社会更温暖，一家人民大大来支持马祖，我们非常幸福，在此欢迎家家顺顺，电影欢迎家家顺顺，大家健康，大家大汉，健康信路，大家的长辈，大家有好多条子脉，等到的，我那是顶平安，大家大赚钱，多谢大家，多谢。即马，咱就来请咱这个美国朋友真难得啦，台湾大学的教授，人类学的教授，还是怎啊，条条啊。咱台湾大家请来咧讲课咧教授啊，对这个道教啊特别有兴趣，爱研究研究等于美国传授给美国人安尼啊，咱即马就来请伊甲恁讲几句诶啊，再来请这个北一路的英语老师啊，甲咱翻译一下安尼好。谢谢。我有不好听，那个马祖苗的郭恩医生，我爱马祖，那个英文
是不是？ Yeah. Yeah. You can speak English and I will. 啊，谢谢。Yeah. I would like to say in English that the temple here dedicated to Matsu is an excellent temple. I enjoy to visit very often this temple.各位，您六个拢有听到，伊本来是要用国语讲，伊讲伊国语讲了无偌好，但是咱国语已经拢差不多同款，有听到伊讲四字真好听，我爱妈祖。啊，伊后面呢发现有人会当替伊翻译，所以伊即卖用英语讲。伊讲伊来到这个所在，看到咱这个妈祖，这个天后宫，那么服侍咱妈祖，伊看到是上好上佳的真好的一个庙事，伊感觉真欢喜。I bring the students from Tai Da to study and learn about Matsu here in Luoyang.他说：“伊讲伊带着代代的学生来到咱鹿里门天后宫，要研究一个妈祖。”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dance. 真感谢各位的光临，甲听伊讲话。Thank you.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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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今麦咱就进入这个休息，休息啊呢。啊，下面这个休息典礼，这个休息典礼啊，因为市长啊，刚才我有用功。感谢。啊，下面啊，我应该在这把咱的事啊。各位啊，报告安尼，因为吼、哦，一时拢会漏去，啊，若失得着所在，啊，请不着所在，管不着所在，都原谅安尼。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互大家徛真久，真实的，话真长含，都来伫表演，像咱外翁啊，上工队，众兄弟啊，的时阵啊，长含都来助力咱表演，安尼透明，甲咱服务。把咱的是啊帮忙安尼，到家的时阵啊，迎望各位的贵宾以及长官，甲咱各位的这个庙宇总干事以及咱各宗头全省妈祖的信徒，今仔来参加这个盛典非常隆重这个开幕典礼到家典礼完成。真侪这个有名的牌友，这個、英雄啊，要来这个所在，要来这个所在表演，欢迎各位小朋友来看，来看。第二点报告，快速通请，因为袂当一个一个招呼，各位的时阵啊，要转去以前一定。多谢，再多谢，多谢，感谢各位，感谢，感谢。Thank you.
只有台湾。